大家好，继续我们的团团转项目。我们上一节课主要讲了一个商户列表的一个展示。我们再回顾一下，我们上一节课主要是按木模型来进行一个操作，添加实体，然后发起操作，然后进行数据有了之后进行界面的一个更新，然后事件，用事件把这些联系起来。我们用到了一些公开库。我们今天讲呢，主要是讲一个商户列表它的图标的一个异地下载，异步下载。我们看一下，因为我们在获取图标的时候呢，这里边我们是在主线程中发起的这个一个网络操作啊，这样是一定要在项目中进行杜绝的一个事情，因为会引起用户的一个体验，界面会非常的卡，如果网络慢的话会非常的卡，所以我们单独写一个单独加一个异步下载的一个类。我们在新闻阅读器的时候呢，已经加过这个类了啊，叫 download， 它就是异步下载。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边，就是设置我这个商户图标的一个下载的。我们看它里边怎么实现。我们这里边设了一个内存缓存，就是在字典里边缓存我们的一个图标。看一下，我们设了一个静态的一个全局，静态的一个实体类，静态。这里边呢，我们设了一个对联，操作对联，并发数呢，我们设置成四。取消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些操作取消掉。设置图标的，设置商户啊，这是发起一个网络操作。我们首先呢，看这个，我们加了一个根据它的 ID 来进行文件的一个命名，防止重复。然后突变缓存，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所有的缓存呢，都会放在一个统一的路径下面。就我这里边定义了一个这个路径，我们项目里边所有的一个文件的存储我们都放在这个路径下面，方便我们进行一个管理。这是图片的一个缓存，这是商户呢所有的图标我们都给它加一个前缀，方便我们看哪些是商户的一个图标啊。我们建完之后呢，我们就创建出这个目录来。如果本地我们有这个缓存里有这个文件了，我们就不用再从网上去下载了。如果没有呢，我们要去网上去下载，下载的时候我先给这个微游设一个默认图啊，这里边我取了一个默认图，看一下它的一个default icon， 就是大众点评的一个图标啊。这样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从网上下载呢，我发起一个异步操作 operation。这里边是具体的一个在子线程中进行下载，我们可以设一个断点。首先呢，下载的时候我们获取一下我们缓存的一个路径，下载完了之后我们就把这个图片缓存到本地，这是缓存到本地。缓存到本地之后，我们再发送一个通知。注意啊，如果是在子线程中要通知主线程进行界面更新的话，一定要要调用这个在主线程中发送通知 send notify 我们这里面定一个红，就是发送通知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红这样我们的一个异步下载的商户列表图标的一个操作就完成了我们再看我们的一个 sale 如何来更改。我们这里边首先要注册一个通知 init sale，我们首先调用一下机类，然后 register notification， 商户 icon 一个通知，
I can download。好，我们这里边看一下。I can download。我们这里边发送的通知是在这里发出的。啊，这里边是发送通知的啊。谢谢。ID。我们在我们的网易新闻阅读器上一个项目中呢，我们也用到过啊，看我们这里边，我们也用到过图标的异步下载，其实是我们上一个项目的一些公用类，我们可以直接拿过来直接用的，就把这些常用的操作我们就可以放到我们的公共库里边，啊，其实就是这些。I can download，看一下。商户 info，然后把我们这里发送，我们这里发送的这个 info，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商户实体，然后具体的数据呢，我们就放在 data 里边。我们这里边。如果两个 ID 一致的话，我们就设置这个图标，否则啊，避免我们把图标给弄混了啊，把这个的图标设在另外一张图上了，一张界面上了啊，这样我们就是为了用这个 ID 进行一下判断的。好，我们这里注册通知呢，还要记得再销毁一下。注册完之后。remove 掉，如果销毁了之后 remove，我们这里边啊，这就完了。我们这里边如何发起这个请求呢？这里边就不这么写了。fs download，我们把头文件先加一下。fs download，site 商户 info，这里边 image view 就是我们设置图标的，看一下，啊，这样我们就异步完成，就完成了。我们首先可以看一下，我们如果不缓存的话。我们这里边如果不进行缓存的话，每次都会去从网上进行一个获取。我们先看一下，进来，啊，这时候是在下载图标。我们先看本地有，我们有，啊，没有的话，我们就发起这个操作。我们可以看一下，商户这个获取图标是在子线程中，看我们下，这是在子线程中，进行一下获取。把它去掉，看我们这里首先显示这个图标，我们看一下为什么崩溃掉？其实看一下哪里写错了。Not finished download，看一下我们这个函数是不是没有？Not finished download。商户，
我们看一下它，is equal to string 啊，它是 number 类型的。这里在我们比较的时候，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在这比较的时候出错的啊，它不是一个 string， 所以我们这里边不能用我们这个没有这个方法，所以我们就直接用，我们看一下 info base info 的 id， 它其实是一个 number 类型的，我们可以直接用它比较。或者是呢，我们可以做一下改变。我们把这个类呢，把我们的获取 model 的时候，这里边做一下，tag， 啊，这样它就是一个，看一下。看一下这里边，long 类型，这里边把它改一下，或者我们。直接用 s number id， 此处 value， 再看一下。这里边有一个获取数据的一个啊，它现在就是字符串了。我们最好转换成字符串，因为整数啊，它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啊超过范围啊，所以我们还是用字符串来进行一个比较。看我们这里边就是一个 if， 它这样就非常的一个流畅，它不会再卡了啊。我们这里。刚才有一个图片缓存，我们再启动呢，它其实还是从网上下载的这个图片，看这里边，还是下载的。我们只需要呢，把我们这里边去掉，就是下载一次就足够了，你下一次就不从网上再取了。好，下载完了，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看这时候我们再取是不是取的本地的一个图？看这时候就是从本地取的这张图片，就没有再发起网络操作，这是本地缓存的一个概念，它不会影响到我们界面的一个卡。好，这个图标的一个异步下载我们就讲完了，首先讲的是一个图片一个单独的一个下载的一个类，我们加了一个，还有进行文件操作的时候，我们写了一个工具类，本地缓存，这个 fx fill utility 呢，其实是一个工具类，我们加在工具里边，我们放到我们的公共库里边，在各个项目中我们都可以拿过来直接使用，判断文件是否存在，写文件、删文件、进行拷贝的，还有一些计算大小的。这些都放在公共库里面，你就可以直接用来使用。好的，我们为什么要加这个图标异步下载？就是为了增强我们的一个用户体验，防止在滑动或者操作的过程中进行一个界面的一个卡，影响用户的一个操作体验。今天讲的课程呢，图标异步下载就讲完了，谢谢大家。